诈骗公司一直在寻找他，因为救援得罪了太多人了，最后就一直关着，一直关着，然后也一点消息也没有。基准值가안돼서가다좀거의사이쪽에서ただ数字が国際基準で定められた基準よりも下回ってということですね。记者调查揭发，涉事嘅学校宿舍宿生会被困喺细小嘅房间。记者已帮屋企人问诊做免疫疗法放射，经过中介联络到老人科医生杨斌。咁所以移民呢样嘢嚟讲，我唔觉得会影响到楼市咯。Then I asked them again, what we have to do to beat them? One in the back said, we have to fight, we have to fight more, play more in the front, not only defend. 因为我哋有少啲，但系其实嗰个质素好高嘅。香港零一拥有60多条嘅内容频道。平均每日发布超过360篇文章，我哋每日为读者带嚟最快最新的优质新闻资讯，等大众可以轻松掌握社会的脉搏。我哋的内容更加是荣获多项的本地和国际新闻奖项殊荣，备受各界的肯定。呢部戏对于我最大的感觉，反而是我同阿星文拍第一集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呢样嘢系呢套戏俾我。即可能很多人以為大佬就一定要咁，但其實可能咁，所以我其實就自己心裏面就成日都好希望開一間鋪頭。條西直街先，呢度保存咗好多清末民初時候嘅建築，亦都坐落咗將近400年歷史嘅咁。我就會用啲即生動啲嘅有趣嘅嘢，例如佢哋中意有一輪中意玩一啲最近有唔少外國 YouTuber 就帶住部 Vision Pro 邊行邊玩，其實呢樣嘢咧其實唔係好做到嘅。香港零一單計站內讀者分享內容次數全年超過3600万次，我哋緊貼讀者嘅需求，做好社交媒體搜索引擎同埋 App 嘅派送，透過 AI 建構大數據平台，將內容精準咁投放喺目標受眾嗰度。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要了解個策略。之後再部署自己企業究竟喺個策略個大框架裏面嘅行為。咁啊呢？而家我會想慢翻落嚟。善用能源係煤氣公司一直以嚟嘅目標。憑住香港零一媒體嘅傳播力，加上我哋專業策劃團隊，喺2023年度，我哋為客户度身訂造超過5000個多樣化嘅內容產品，提升客户嘅業務表現，共建品牌影響力。香港零一作为香港人的生活平台，我们一直透过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为读者提供多元优质的新闻和生活资讯。未来我们将会继续利用科技和大数据，引领香港互联网的技术突破，为香港人带来更全面、新型、互动的互联网体验。